登记遮个用词是偌项，诚欢喜会也袂使伫遮甲大家见面，啊嘛去啊会当遮详细来听即个咱红国官讲真济专业个物件吼。所以，遮中国国民党拢敢讲台湾无台湾人无人才哦。我相信像红法官即种个，台湾独立建国了吼，应该是上好个大法官甲司法院院长啦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来啊，嘛真感动啦！就我其实我三十年前来时吼，咱全美国遐无台湾汇款，啊，歹势吼，差者吼，有一台车感动着吼，那是 Lexus 6JCE210 6JCE210 Lexus 8-2-1-1-2 8-2-1-2 吼，就是啊，歹势吼。啊，三十年后了吼，这边的美西知影讲咱全美已经有足侪台湾地关，表示咱台湾人伫美国的生存甲发展应该是真大个一个进展吼，所以真欢喜。但是今我要讲的吼，就是有一点连续，我较早来美国留学所知影、所了解，啊，就是即阵因为啊民进党的啊执政啊。哦，咱台湾人应该是较迷信啦吼，啊，方向也较无，所以我今日要讲这個，你若看题目，大家知我要讲啥哈？讲迈向台湾民主主权国的挑战甲战略。既然要迈向台湾民主主权国，就表示台湾的民主甲主权国这两个目标拢也未完成。啊，照讲吼，咱过去伫海外咧讲的，就是讲有体制外运动。体制来运动，照讲民进党即个执政了，应该爱调向即个目标来进展啦吼。但是即几冬，我相信大家啊、应该是拢无感觉真放心啦。包括咱阿扁总统一下任，从两年半啊，所以我想讲透过即个红法官所讲的，证明一件代志：中华民国不是咱的政府。中华民国是走路来台湾统治的流亡政府，所以啊，咱来甲推翻，来甲重置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是台湾吼，在做社会运动啦，啊，我看是体制来，吼，真侪话伊较敢讲，啊，伊嘛无方便讲啦，吼，咱毋免强逼伊讲，但是我因为做运动，我希望爱了解同乡的反应，所以你若同意，爱发表。如果不同意，你会发现这样比较知道哦。到底我说的是有理也无理，如果说有理，我回去就继续向前推算，如果无理，我再修正，这样对不对？我小心一点，对不对？台湾人要向前走，来靠咱台湾人的力量。我下面要跟大家报告的，是要按体制外社反对运动的角色来跟大家报告。这要推翻台湾完成民主主权国，基本上有三个方向。一个是透过国际宣传的方向，这大概是咱美国同乡者透过化学这种的宣传力量，会使来进行的。啊，这部分当然我伫台湾内底可能就较无法度出来。啊，即咱海外同乡应该团结咱所有的台湾人，海外的台湾人，咱台湾同乡伫美国产生搁较大的影响力。安尼，咱的台湾，咱的后头厝，太兴对不对？第二个就是体制内的二回路线。啊，体制内二回路线，较早本来叫做体制内二回控制路线。啊，但是因为时间久了，啊，字搁较大，到尾啊，控制两字拢落去了，怎么变作体制内二回路线？二回路线到尾就是讲恁到亚洲，亚洲落输啦，唔免做遐。所以，这就是阮认为讲，即摆的啊，干涉民意的制度要改变吼。啊，所以我嘛希望民进党甲台联党伫议会内底，所谓议会就是国会啦，啊，立法院内底爱加强抗争的这个路线，袂使入内底在那边硬进呀，硬进一定袂赢呀，但是抗争就会赢，对不对？对。咱最近看到一个抗争赢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第三条路线就是我即摆在打拼。就是体制外尊重控制路线，嘛是爱控制啦，啊，因为体制外控制呢，
迄个气氛，也是讲迄个方式较明显，对大家较了解讲这是个空间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嘛这边有做一个 DVD 来，五一三甲五二零伫台北，因为马英九五二零在积极啊，阮伫发动这个恢复的空间伫台北，恢复的空间，所以占台北车站头前的道路。成功完成一个微博空间的训练，啊，即大家闹热，大家即个文件听，提来做参考。咁咪当来，咱第二个第一个，啊，即个就是讲哦，要迈向台湾民主主权国，即个挑战甲建立咱先回顾下。台湾敢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？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的国家？其实唔是啦，真侪人拢讲，包括咱家己的民进党的。政治领导者，真侪台湾的领导者，包括李登辉总统，拢讲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拢讲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。真歹势，我只后辈要甲伊挑战。台湾毋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台湾嘛毋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你听唔听？你作细声啦，你可能有人较支持你。阿辉总统，对啊，总统的决定啦。台湾敢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？是。头久啊，阿我讲的，台湾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。是安怎？咱一个下任的总统拢在关关这种的，显然是毋是啦？台湾是有选举，台湾敢有罢免，台湾敢有创制复决，无对吧？安尼要那叫做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？是安怎？咱的人会简简单的相信讲，互咱选举，啊，伊选举得票，搁买票，安尼咱拢足简单的相信伊在宣传的，讲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。包括美国嘛，相信讲这就是台湾是民主的国家。而美人，因请一个美国的教授来演讲，伊讲马英九你选的，啊，所以恁有啥物理由通辩解？马英九咱选的无唔对，但是咱要反对科学，敢有法公道？对哇？将来咱伊要签和平协议，咱也敢会使公道？我相信是袂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是唔是啦？所以就是讲，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台湾嘛毋是一个主权国。那如果讲台湾是一个主权国，台湾要加入联合国，有啥物人挡得掉？无可能对吧？所以咱要认清这个历史的现实。发展到这样子，虽然民进党的总统大选捌赢，阿扁总统甲李登辉总统，所有的总统，因拢是台湾人，咱会使讲伊是台湾人总统。但是伊毋是台湾国的总统啦，伊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来当认识这个清楚，咱就爱知影咱的目标到底是要创啥。2012年总统大选，蔡英文主席总统候选人选了，伊赢，算讲真有风度啦，敢鼓励讲。要赢总统，要存一里路；要赢总统，可能存一里路。但是，咱的目标不是要赢总统，咱总统慢慢赢过啊。咱若拼，替咱赢两遍过啊，对不对？敢有把咱的国家，咱的国家敢有变作一个主权国？无啦，对不对？无，不是啊，拼啊，总统无打拼，因为这体制，咱台湾人民无了解，伊是外来流亡政府的体制，伊是个流亡政府的体制。因为伊迄个宪法甲咱台湾完全无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的目标爱去回重新回顾一下，过去我来留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团体，大家拢足清楚的，叫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。咱这个目标拢无变，但是这个目标等于到台湾了，拢无人敢讲，无人爱讲。啊，我感觉咱来捡起来重新来讲。台湾独立建国，就是台湾民族要独立，台湾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主权国。所以，台湾独立建国运动，嘛是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运动，嘛是咱台湾民族自我讨伐的运动。这我相信咱台湾人也了解，咱就知影讲咱未来的工作，就是像蔡英文讲的，存一里路。咱都行到半路，对不对？安尼爱打拼哦。安尼，咱的下联会是不是要继续办？是。对不对？是不是要办好大？对。你若等于甲看，
我伫美国经历嘛，读过一段时间。咱下面个若兴个时阵，就是台湾民主在前进个时阵，所以大家毋免啥物代志拢看台湾个政治人物。但是这讲起来，我嘛小歹食醋了。民进党个政治人物来募款，恁钱拢足敢摕，足敢捐个啦。做社会运动，恁普通拢看无够重个，因为阮在当时个，把阮个成果交互你。伊有可能明年、后年四单了了，总统就赢，恁就搁在放心嘛。但是总统赢是拄啊要开始，要把台湾变作一个民主、一个主权国的开始尔。咱唔通搁后边啊赢，唔通搁再犯一遍的错误。一遍阿扁总统做总统的时阵，咱所有台湾人拢讲啥？咱台湾自主做总统啊，卖甲吵，互伊头壳做。啊，结果咧，咱害伊互死。八单了，还要用第二款，对不对？大家有看清无？所以我感觉大家爱认真思考，咱台湾统一建国这目标无完成，咱的这代的任务就是无完成。所以大家感觉讲，大家拢老啊，无要搁拍拼，应该有少年来拍拼。咱这代若无完成，少年的可能嘛捡袂起来啦。我先甲大家提醒一点，吼、哦、啊咱。咱来回顾啊，哈，就讲咱要赢2012年输，大家拢想讲2016年要赢。16年要赢，到底是要赢啥？咱赢啊，是单单要做总统赢，赢这个可能无啥物路用啊，因为咱都赢过啊，啊嘛输过啊，所以咱要赢，要知影讲咱是要完成咱的目标，咱的目标就是民族独立、台湾建国，就是这两个目标。这两个目标，咱离开我这个世代已经工作久啊。我有一遍甲蔡英文交换做伙，交换一遍意见。伊咧选总统的时，伊讲世代交替，对无？大家拢甲误会，包括伊嘛讲袂清楚。伊的世代交替，洪解释讲是年纪的交替啦，一代传一代。伊当然上少年，我感觉讲就是上少年来做总统。其实我咧看，世代交替毋是年龄的交替，是智慧的交替、经验的交替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咱计划出来，民进党的成长第世代叫做什么世代？就是叫做东华世代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世代叫做美丽岛事件当事者的世代，包括林义雄，包括廖嘉文，包括柯信良，对吧？到阿扁这个世代叫做美丽岛事件为特殊世代，对不对？台湾的历史的演变，真可惜，阿嘛真遗憾。有一个世代煞漏交伊，迄、那个世代就是坐伫咱今仔日下暗坐伫台湾会馆遮。大家支持蔡英文，我甲伊讲，大家是安怎海外乡亲，真侪人支持你，是因为你代表你的背景，所代表的就是伫228事件了，流亡海外，乌名满时代无法度转来台湾，迄、那个是海外接受教育。这个世代就有由这个蔡英文来代表，这就是人大家甲你无言无故，无考虑任何条件来支持蔡英文的原因。我这个角度，你有同意无？所以，因为伊无了解，伊嘛无了解讲咱台湾到底目前的方向是变袂去，所以伊选举的时讲出嘛真侪，互咱无满意的言论。伊讲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台湾，这就是完全违背台湾历史的两句话。这句话的伤害性，咱必须要去承担。咱毋是伫遮要责备蔡英文，但是就是要讲一项代志：历史若无清楚，咱的方向自然就会走进去，对不对？吼、嗯哦，所以咱就来看台湾的历史。台湾的历史，来这讲袂来。啊！1945年，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，对不对？对。伊代表民军了。1949年，伊伫中国内战，和中国共产党甲打败，美国的军舰甲伊的军队载来台湾，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。1949年了，伊用军事戒严甲白色恐怖统治
到1987年，他改组改组，迄个时阵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国际上所有殖民地拢有经过一个定数，叫做民族自决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干那台湾，因为互人占掉的，无机会来实施，这是咱的权利，咱来讨论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咱来出声来讨这个权利，所以历史上。咱了解中华民国，毋是伊个名内底有一个国，所以是一个国家。中华民国是日本政府，即个甲咱个后代讲，甲咱个社会讲，即个人历史个事实，袂使互伊乌白骗。毋是选举，就是伊就是咱个国家；毋是选举，伊就是咱政府。因为伊个宪法到这时，拢包括蒙古里啊，包括中国。所有地区，所以这绝对不是咱的政府，咱的政府按咱来家己去做。啊，所以中华国是日本政府的体制，啊，台湾人无得到自民自决、民族自决的权利，这是历史的事实。再来，民政啊来，咱来回顾一下。刚才我咧讲讲，咱海外运动也兴，台湾的民主进步会更加大。1979年。因为海内外鼓吹发生12月7日国际人权日，发生高雄非暴力抗争，咱普通在讲讲叫高雄非暴力事件，其实迄就是一个正成功非暴力抗争。抗争了，咱牺牲林义雄妈妈的性命，两个双生囝性命，咱嘛牺牲陈汝贞教授的性命，到1987年。改良改良，那边的抗争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外来政府要改良改良，所以有抗争就有进步，这个进步嘛算真大。1990年，学生和教授以即卖叫做自由广场发起礼拜和学生运动，要求啥？要求开国会全面改选，总统直选。1991年，民进党的国台党团，在黄信介主席的带领之下，在台北车站6天5夜，在遐进行非暴力抗争，把道路拢甲占起来，车拢袂当驶，嘛是咧要求国会改选总统直选。1992年，有一个100行动人员，就是台湾教师协会甲学生。占台大医学院的基础大楼，人伊咧决定，咱只咧抗争，咱嘛是咧要求讲宪法第100条爱定。宪法第100条就是咧所讲的，就是咧讲言论犯人罪，就讲你有讲的就有罪啊。啊，所以到1999年，经过这几遍的抗争，咱海外乡亲才会当转去台湾。方官伫内底，包括丁灿龙、郭培宏、李应元、王伯了。因真济咱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前辈，马上甲放出来。安尼，1996年，他开始总统直选，国会改选，安尼然后到2000年，民进党较有机会去选到这个外来政权的总统。所以，要讲这个历史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要推翻一个流亡政权，唔免得靠武装革命。大家听到革命，拢较会紧张，因为汉字的革命，予人拢会误解。革命就是要拿武器、拿刀、拿枪，要来害人、打人。其实革命的意思是安尼，革命的英语的意思就是叫做 revolution。revolution 就是倒变，就是新一面。受压迫的民众推翻伫顶权的压迫人的人，安尼社会做一个变动，安尼叫做 revolution。这一面就对了，按下面写个顶头，啊，安尼叫做 revolution。所以大家唔免因为过去对汉字意思、做个意思，咱就来误会这个微博诶革命这两件用。啊，即马搁较准诶，目前按2009年、2010年、11年，即马世界咧流行的一个专门的讲法，伫埃及、突尼西亚、叙利亚。拢叫做非暴力抗争，非暴力抗争叫 non-violent struggle。
啊，埃及一边将5000000人，伊个首都控制18天，就把独裁30天，希望做王选举出来，穆巴拉克来推翻，这是上最近上成功的一个例。啊，所以咱也准有法度伫台湾招5000000人来台湾的故宫投钱。我相信迄个区，迄、那个区长应该是走无路得啦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哎，你若赞成，爱出声啦；，啊，你若无赞成，嘛爱出声。哦，啊，你我等台台台南要怎做？哦，嘿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甲大家报告就讲，台湾其实毋是无非暴力抗争的经验，但是咱较无这个知识。大家会记住无？士兵伫伫军事革命伫审判伫辩护的时，伊讲伊这个。这个控制叫做暴力边缘啦，大家唔知，较老人知，叫做暴力边缘，就是讲要暴力啊，佫无暴力，啊，其实迄正确个名词叫做非暴力控制。啊，我是要讲这个名词，就是要予大家了解，咱要推翻外来政权，唔免靠武装，唔免买刀、买枪，唔免买大炮，咱用咱个人出来勇敢，表示咱对流亡政府这个政权。不管是司法体系，不管是政治体系，咱拢勇敢站出来，咱对伊不管，安尼就叫做对无咧抗争啦。所以今仔日咱应该爱用上大的掌声吼，来甲咱安法官吼，伫司法体制内底勇敢吼，无受着伊有可能遭受着压力，勇敢站出来替咱阿兵，表示对于司法人员的抗争，这就是非常标准成功的对无咧抗争。出来爱去甲咱安法官吼，再三的感谢、多谢才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要甲大家分析一个台湾目前的情形。我是真爱来，我感觉我来吼，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大家知影台湾的情形是怎样。啊，所以若准方便吼，明年阁邀请我来。感谢老台湾这个。咱这个 professor 天看啊，讲到1000块要还公道面啦，我相信阮应该会搁较拍平啊，感谢大家的赞助啦哈。台湾经营哦，就讲台湾人的意识有咧增加，但是这个意识无够强。台湾人这个意识还要强，就爱提升到台湾民族意识，搁较强就爱提升到台湾国家意识，因为台湾人意识。而且，甲香港人的意识是同款的，就讲迄是一个区域性的认同。但是台湾人要变作一个国家，首先咱爱了解，咱台湾人叫做台湾民族，甲中华民族是无同的。民族毋是种族，毋是血统，民族是因为咱有共同的政治脉络，有共同的经济利益，有共同的社会文化甲文明的价值。安尼，咱认同做一个民族。我相信美国虽然无咧讲民族，恁住伫美国遮，你嘛认同所有美国人拢是叫做美国民族。你想一个是，你敢会讲日本人去为当时啊，第一次大战，美国人怀疑讲日本人会去为日本来打美国，其实嘛无啊。日本人伫美国，日本人嘛是为伊家关起来啦。但是我你甲看，即摆去伊拉克烧钱，到底分啥物人去烧钱？啊，所以我是感觉，即个民族是自然形成的，啊，真侪人拢误会民族就是种族，咱是咧分种族，咱无咧分汉人、华人，只要你认同台湾，咱就是叫做台湾民族。啊，这若无提升，选举袂赢，因为用台湾人的意识，1991年。咱的认同，我是台湾人的，嘛毋是中国人，嘛毋是台湾人，搁再是中国人，是18%，2000到80%，到2000零十一年提升到52%。若只讲台湾人意识，就是台湾民族意识。照讲今年的总统大选，蔡英文应该当选，结果无，表示讲认同内底还有一挂人无够坚定。伊毋知影讲台湾人、台湾民族爱选台湾民族的候选人，伊毋知影讲马英九是代表中华民族，
所以伫台湾，你看伊安尼当选了不独裁无？这就是因中华民族啊！你甲看林碧雪，前那些大胆，敢提钱提这款的，啊，这是互占着的。你来甲想，认真内底在做这种工作啦，我看是满满是，只不过咱无证。所以咱台湾人绝对不爱互中华民族伫台湾来吞打、来拍平、来剥削。所以咱台湾人爱认同台湾民族，咱台湾人较有勇敢。啊，所以现阶段吼，大家爱了解，伊咧宣传，拢是讲即马已经是民主的国家，所以总统大选就是政党轮替的选举。我要甲大家讲，这毋是。台湾既然毋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选举就是一个上安全的微博的空间。有人咧宣传，因为咱咧做体制外。所以唔通去投票，啊，这嘛是后代开安尼宣传，啊，选举是一个上安全的，因为你行入去投票所内底，无人知影你投票投啥。因对方若是要来灭票，我认为伫微博咧控制的理论之下，咱拢爱鼓励咱的民众，钱做你大办甲收啊去，愈济愈好。但是入去投票的时候，你爱投咱台湾民族的候选人。咱感觉讲，这是道德上的瑕疵。这按道德的角度来看，这绝对无啥物瑕疵啦，对不对？钱是乌来，咱甲收倒来应该，对不对？咱投咱的人嘛是应该。啊，所以就说以前就感谢啦，就去往请上帝、请佛祖、请观世音来做证，啊，互咱的人听讲摕人的钱要投咱票，啊，可能会受到处罚。啊，其实咱就是因为无了解这个微博的空间，来中这个计，所以以后咱若等于投票，那厝边隔壁人咱在收钱，你就甲讲钱做你甲收愈济愈好啊！啊，票投互咱的人，安尼就是双边赚得到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未来咱过去有些错误啦，甲大家报告，咱要完成独立建国。但是咱体制外运动拢无啥人在拍拼，有拍拼就是人少啦，啊做嘛无介济，啊大家拢希望讲吼，民进党替咱做，因为咱票投互伊啊，啊伊执政啊，资源足济，啊较会拢无爱替咱讲话，较会拢咱爱伊做，较会拢无做，啊我甲大家报，咱若甲所有的愿望拢愿望别人替咱做，我看这要完成的时间要足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未来要做，就是爱分有认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，这就是叫做五分啦。啊，因为台湾的本土的社团有一挂社团，包括民进党，伊认为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即卖叫做中华民国，伊这叫做台湾前途法治，啊，这观念上就无同。啊，所以咱爱伊这就是算咱的优分。友军呐、啊，哈、啊，那是我军，还是友军？台联动、民进党拢是算咱的友军，啊，一挂社团认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，这嘛咱的友军。啊，咱袂使叫友军做咱的工作，要做咱的工作，咱来家己做。但是咱来帮助友军伫选举的时选落去，对不对？安尼较袂闹狗气啦，较袂拢不望别人做，人伊做袂到的代志。你是讲民进党要叫伊推翻中华民国政府，伊伫咧法院是变哪讲？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伊党章内底就无写这条，啊，另外小等我会讲到，将来有可能爱组一个党，所以咱在场有民进党的党员，我看这个主委委员在场，啊，有台联党的啊，伫咱洛杉矶这代表，啊，这大家意见无同款无要紧，但是咱的目标一种，就是要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引落去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咱即马台湾大哥有一个特质。是所有的中国国民党啦，啊，大家有时啊在讲话，时啊在讲国民党。我建议大家吼，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，第一字、第三字、第五字，对不对？中国国民党第一字、第三字、第五字，简称就来叫做中国党，有不较准无？啊，对吧？所以拜托大家以后在讲这个党的时，叫做中国党，伊是按中国来，嘛是要等于中国。啊，嘛无认同台湾，叫伊中国党，拄好尔尔，对不对？
啊，中国共产党，咱就甲称呼叫做中共党，啊，啊，所以咱内部的敌人，就是中国党的少数的统治单位，甲像林益成这种的，叫做台籍买单，唔是所有中国党的党员拢是咱的敌人，啊，你唔通甲中国党的党员拢当作咱敌人，啊，包括领十八趴，这嘛唔是咱的敌人，所以咱来甲优化。为台湾共同来打拼，安尼对不对？这拢有理由的啦，哈！啊，伫外口的敌人是中共少数的啦，甲因的在伫台湾的代理人，即嘛足侪台湾人拢想要做甲中国有关的，要做代理人。啊，其实中国人是咱的敌人啦，大部分的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伫中国嘛是受个压迫，咱来甲有中国人共同来为的民主、为的自由来打拼。所以有时咱咧讲话是，应该是尽量卖称呼对方叫做阿拉噶，对不对哈？安尼其实对人民，咱要友谊来同情啊。咱的做法就是安尼，家己伫徛伫中，无咧插代志，先互伊来中立，来同情咱的立场。啊，伫同情咱的立场，甲我家己来咱这边。所以我即阵伫台湾咧抗争的时候，拢甲警察讲，警察甲咱的民众讲。警察是咱的兄弟姊妹，袂使甲攻击，袂使甲做干掉，袂使甲侮辱，因为伊是食人的头路，不得已爱来执行因的命令尔。因为警察朋友真侪拢是存经济较歹，去甲警察搞也是得管。但是我嘛甲警察讲，警察会怎食头路是领台湾人民所交的税金。是即阵在抗争的民众交的税金，你袂使出手拍咱的同胞。咱我的抗争为着大家共利益，啊，为着大家兄叔的利益。所以即摆台北中正一分局的警察电话，甲阮拢兄弟姐妹相称，你要相信吗？要相信。啊，所以警察啊，甲伊本来警察咱来甲下去迄边，甲美国伊是。中国党的教皮啊，中国党的走狗，伊就走阮迄边去啊。咱甲讲伊是咱台湾人的兄弟姊妹，伊就走咱这边。啊，我甲伊讲，因为我知影因上关心的就是因的退休金。我讲你啊，你万无你甲我讲，我会到甲你完成你的目标啊。因为咱也无可能一暝一日就完成独立建国，先保护伊的安全，做绝对袂敢攻击啊。啊，你你万。对民众有啥物不利，你莫甲我讲，我做一个人民，啊，安尼咱的人民保障伊上界大安全，这就是咱微博的抗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个啊原则，啊，啊所以以后大家在微博的抗争，你听，我即摆敢伫故宫所头前，喊台湾独立建国万岁，啊喊台湾民族主义万岁，迄沿道宪兵，我逐次拢甲讲，这宪兵的连长啊，足沿道的。我讲哦，你替我去来拍台湾的历史故事，伊拢安尼笑，啊，伊拢甲我讲，蔡教授啊，日头迄咩哦，你唔常常来啦，但是常刷，啊、哦，所以你可能真无多想象，啊、哦，台湾的空间已经开啊，由咱过去民主的前辈所拍拼出来，我即摆伫台湾敢安讲，敢安尼行动，迄毋是我的功劳，毋是我即几冬争取出来，我头嘛毋知。都开始甲警察控制的时嘛，足紧张的，吼、哦，啊嘛，听讲警察来甲咱创啥的，时间一个久，大家拢变作足好的朋友。私底下啦，公开是咧控制的时，大家面嘛是爱，伊徛伊的立场，咱徛咱的立场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一边五二讲，我甲苏明辉上，苏明辉上大家带啦吼，我带会，咱的领导者，咱台湾民族啊，这个思想的推动者。我甲伊带伊到警察的头前，面对面，离总统有200公尺。你若要算距离哦，作为文官讲存一里路，我甲伊报着，我存200公尺，就会看总统有讲啦。啊、哦，所以嘛无遐复杂啦，啊嘛无发生啥物代志，就是平安带去，啊平安带回来，这就是咱的训练，将来搁较侪人敢勇敢站出来抗争。因为咱的人是安怎开，拢特别关心，伊咱会惊，咱惊讲去，唔知会出啥物代志，惊讲去，唔知会受到啥物处罚，
我即马甲大家报告，抗争的是领导者爱有准备，先当处罚。所以我这边等于可能警察会甲我移送送去地检署，甲我要甲我处罚。啊，处罚这是个小件，处罚的是可能会判刑。啊，若拄到咱红法官，可能就判无刑，判免除其刑啦哈。啊，若拄到伊迄边的法官，因为照红法官前几场的。这不行，就男法官、检察官内底吼，哪个列个差不多哪一趴七成，咱有较有列个思想个差不多三成，所以真济机会去分着哪个来侦办啦，啊侦办一定甲你起诉，啊来去拄着哪个法官一定甲你判刑，啊判刑不拢这也无啥物重罪啦，就是第一这袂得判，会使免得判啦，第二绝对袂轻杀。啊，所以咱放心，即摆要追求台湾独立建国，这步真正是好遥远啊！啊，大家放心，啊，大家会感觉讲啊，咱老啊，可能无法度啊。规个抗争内底上好的武器就是啥？就是老的上好啦！啊，第二就是妇女上好，啊，第三就囡仔上好。这若出动哦，流氓政府就倒来了。安尼知无？安尼听无啦？欢迎啊来讲台湾要安怎完成统一建国的目标，啊，当然这大家爱合作啦，哈，啊，但是我就无法度替其他的这个部门来设计，啊，即马现在宪法啊，是安怎我较会爱安尼看，因为有一边我甲这个蔡总统见，啊，我甲两应该是见两遍面，我甲请教两遍问两个问题啦，第一个就是讲。伊两千五百年选总统的时候，台湾咧选总统真奇怪，拢会来美国找美国的国务院、国防部的官员来交换意见，对不对？这伫其他的国家嘛，其他的国家嘛真少啦，在台湾拢安尼。啊，所以我甲蔡总统啊，咱这个政治跟领导者甲请教，我讲你去来，你去美国啊来甲美国的国务院官员交换意见的时候。我甲请教，美国人对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主张是啥？因为咱拢知影，美国人捌讲过，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，台湾嘛要讲是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台湾毋是中国一部分，啊，伊嘛捌讲，台湾嘛毋是美国的殖民地啊，伊未派兵来替台湾独立建国，小姐，这伊拢讲过，伊讲四个重点。啊，我甲问，啊，伊嘛真坦言啦，伊讲，啊，美国在讲中华民国毋是一个。国家啊，台湾嘛，还阁毋是一个主权的国家。啊，但是因等于台湾，拢无甲咱讲。咱这听着拢是美国人讲。啊，其实这应该爱甲台湾社会讲。安尼，大家才会知影讲，美国人到底是安怎看待台湾？啊，另外我甲问一个问题，伊安尼讲啦吼，伊讲台湾即卖即个宪法是一个超稳定的宪法，因为台湾做宪法经过七遍修法了。现在政党都没能力去修正，包括我们在主张的两岸公投，包括我们在主张的立委选举制度，在现在宪法里面用议会要表决的都没法度，因为都要四分之三的高门槛才能修正，所以他给他一个名说这部宪法就是超稳定的宪法，是超稳定，我同意啦， Super Stable，啊，但是以我做一个台湾人角度来看，台湾这个宪法是超不公义的宪法，你对不对？我们台湾伫国际地位无地位，我们伫台湾伫国内无人权、无民主、无自由，啊，所以这个宪法对台湾造成的迫害非常的大。啊，你，所以我是感觉，即马蒋介石已经在主张讲了宪法课表，就是讲用这部宪法。来争取对中国、对台湾政党的支持，
因认为讲孙业慈也是中国共产党，只是对这种候选人，对这种候选人来当选。而按2012年，伊感觉讲，因为中国共产党支持马英九，做马英九当选。他说讲2016年，中国共产党来当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，安尼民进党的候选人来当选。我感觉这要大家去评估啦。我认为这是妄想啦，我感觉这是妄想。所以我爱按另外一个角度来替台湾做一条线咯。就是用微博的空间来主力来追求台湾同建国的目标。美国的公约拄啊讲过啊，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台湾还佫毋是一个国家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嘛毋是美国的殖民地。所以某国团体嘛可能在民，可能有哪有人，一国团体主张爱去找美国政府，啊去找日本政府来出面。来替台湾人争取咱的主权，我感觉，若准做会到嘛，也好啦。准做会到，我是无反对。任何会当完成咱目标，我拢赞成。但是我感觉，袂使单单行这条路。我的路，我的选择，就是台湾人民较爱心交代。有力量，咱自然咱的朋友，就会我来肯帮忙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我伫台湾内底，较主张讲，咱先把咱的民众。把咱的中央的公民意识提悬，互伊知影讲要怎抗争，安尼不管选选举，还是要抗争，咱一定较，咱加多一个赢机会啦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，我的重点，唔是咧讲这个法律我无赞成，这个法律是我完全赞成，但是做的重点，我认为要放伫咱台湾同胞家己的身躯顶，安尼长期来讲。他会当看出伊的成果，安尼对不 对？所以即个就是讲目标也有啊，啊变哪做？两步尔，目标就是民族独立、台湾建国，即摆在讲方法。爱情方法，咱早期捌准备过、捌做过，咱采取武装革命，伊就手榴弹，伊莫去暗杀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无？拢点点唔敢用啊，有无啦？爱承认啦，但是这方法伫台湾社会应该是过时啊。咱即摆用新的方法，就是微博的控制，用一个名词叫做自我套房。自我套房的意思就是微博的控制。咱台湾民族爱家己，爱套房咱家己心灵的惊吓。咱爱先有力量，外口的援助才会来，所以袂使先去靠我靠别人。我靠人来替咱出声，这样咱就反其道而行哈。所以两个方法尔，自我突破，自民自发，叫 self liberation 加 self determination， 这就是咱对外要推翻日本政府，对内要推翻日本政府，对外要要求国际来支持咱的两种方法。啊，这个对起咱伫海外有伫关心台湾政治的人。应该拢了解，但唯一较无同的就是自我头发微薄的空间。过去按武装的革命的方式，咱调整变作微薄的空间，人民力量革命的方式。这最近的方法叫做茉莉花革命，茉莉花人民革命啊。啊，所以我伫在讲，就是讲咱的力量就是来自在咱台湾人民家己啦。这个力量我跟安尼来引用两个人讲的话啊。这是甘地讲的，甘地安怎讲呢？伊讲哦，独裁者，伊的权力爱依靠与统治者的合作甲服从。意思就是讲，与统治者伊若无合作，若无服从，独裁者其实是无法律的。安尼听无？所以伫印度啊，伊就是推动不合作不服从主义这个运动啊。啊，真侪人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。英国较斯文啊，咱拄着中国个土匪，安尼才有法度。册林内底有讲，是方法定的问题，毋是对象的问题哈。这有册，我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都大家甲详细解说。另外，我这边来其实是真短时间，甲咱主办单位要求讲要来参加这下联会，特别受着咱
啊，美西下令话，佮安排 AM 警察。其实我主要来就是去保存，去找一个真相。这是无咧空间的做，伊也是算读书也啦。啊，因为我有写台湾边啊，无咧空间，伊家请教。啊，这個、老先生85岁，伊用较长的时间，甲阮安尼做一个检测，啊，感知到就对啦，方便啦来空间。啊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哦，独裁者并无像咱所想的永远天良啦。啊，咱人民嘛无永远像咱家己安尼想的永远天足，伊就想变办法，伊改变这个管理的观念。啊，所以大家唔通，这是一个新，对咱来讲是一个新的方法。啊，咱来学习，啊，爱来练习，自然就有法度达成咱的目标。啊，所以方法上嘛，应该就是讲爱建立到表现台湾人自我管理的能力啦。我是感觉现在美国政府较重视，真侪人拢较积极，美国政府有责任。按1949年了，总统。中国国民党的刘鸿先在台湾实施民主改革，和台湾陷入的无政府的人间炼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感觉美出现就是可分成叫做被出卖的台湾，现在美国在准备台湾，主要我来看一部分，做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人、美国政府在迄个时阵认为台湾人无能力管理台湾人。啊，所以我真希望讲，即点即个重点，台湾人一定爱先表现，互国际社会知影讲，咱台湾人有法度管理咱台湾人家己，安尼人才会尊重咱的法律。啊，所以我要拜托大家，同乐会一定爱经营互愈来愈大，夏令会一定爱办互愈来愈旺，安尼人外口的社团、外口的政府在看咱台湾人。表示台湾人有能力管理家己，安尼有理无？啊，所以大家唔通惊麻烦，要做这做好，就是爱承担责任。啊，我就伫美国时嘛较唔慢，有些人来要叫我创啥，啊，你副部长伫我作早以前伫纽约合适的熟悉，伊嘛知影讲我过去其实无像即摆遐勇敢，啊，因为迄阵就较唔慢，啊，所以真侪代志，人也咧讲啊，你来斗做，咱嘛会杀来杀去。感觉讲啊，这唔知做这压力啥物种的麻烦，啊唔知安怎，唔知家庭的负担会伤济无，考虑真济，但是即马较济岁啊，想较济啊，感觉人生若无做啥代志来回馈咱的祖国台湾，有时啊想想，一世人嘛白来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大家做伙来看，啊，本土疫苗不管是体制来体制外，理论上就是爱分几多剂啦。啊，所以咱韩国看有一个案吼，一个迄个即摆所以你叫啥？戴浩明，甲因为甲伊个天顶领导提点，啊，即摆甲过国会，啊，我甲伊讲哦，伊开庭的时，我一定带一寡社团的人甲写完，安尼对不对？啊，安尼伊就先讲哦，即、這个意见毋是少数人意见，毋是韩国官一个人的意见，足济人徛伫后壁。只不过是过去，大家较无联系，所以我嘛是讲，阮迄个伫街头咧空间遐吼，阮暗时啊拜三暗时啊，拢有一个工作，演讲哦，来请安法官来讲一个法治教育啊，吼，对不对啊？提升咱的公益教育，安尼来，咱四五路民众拢知影讲，咱是要追求一个真正民主、家己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有三条路线啦，体制内议会控制路线，体制外群众控制路线，搁另外一个就是咱海外同乡，特别美国特别重要，我嘛正咧做的叫做国际宣传路线。所以若方便的话，即无同款的路线，你要支持民进党嘛不要紧，你要加支持民进党搁较好，你要支持即个群众路线嘛正好，离美国应该互影响美国国会对台湾关心。所以叫我拼啊，其实这三条线拢会使做。在美国就是去影响咱在地国会议员、甲国会参会时的角色，互因关心阿扁总统的人权，互因愿意站出来替阿扁总统人权发言，安尼嘛就赢。苏立人，哦，
南亚行业是最受影响的地方。伊从为了这台南港，一四五个月来，伊拢去收水，九月四月去收水哦，就去证明自己的健康，啊，再来当来接近两个月时间，这点的精神啊、毅力吼、健康啊，实在是在这上真有健康。啊，在座几个人对台湾嘛，真侪人就拍正面面面，来看了书面的是九月四月啊，安尼去操场拍拼哦，我相信大家要退休就退不落去啊。你的思想、你行动的影响，功劳真大。今仔在座遮侪人，我嘛真 surprise， 真非常实在哦。哦，你的大名开始真啊，招牌真好。所以话去美国，我这个时候已经到处拢轰动啊。祝你一路身体健康啊！啊，你的理想会当发扬更加侪，更加大哦。哎，啊，非常好。等于大人，我希望你能去大人哦。这专门过年以后哦，你要去做知名先生哦。唔免讲自己，咁我就做，伊就去代表者啊。嘿，啊伊个空间哦，刚刚讲你讲到，我们在准备台湾，连准备台湾，伊去旅游去个抓头去个组织去个抗议哦，啊甚至动动比如安尼讲，换什么话，甲判刑。我判刑要判两关啊，会当解罚金，我罚金我就罚一粒啊，要判你罚关。啊，我讲啊，我就关了，无啦，台湾人一个什么人？是特别啊，不该死啊！所以爱思源先生实在是真尊敬的人物。其他一般来讲，思源先生的价名都是了无虚言的，啊，我讲的是的。啊，以后思源的说历史爱变的，历史爱变的，这历史变变了，你就无再见到吼。啊，咱还有这个机会，大家机会来介互相的，啊来介讲话的吼，伊叫我的孩子，我是老电话。从刚才你讲空间有先讲无？所以空间的成功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款，我讲这个例，大家参考。假使讲苏贞昌下呢，民进党四十个，甲台联党三十个，做伙伫立法院内底空间，阿扁也无放，议会绝对无叫伊进行，安尼阿扁会放无？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个，咱嘛是爱挖去苏贞昌的地位甲决定。第三条路我要做。我等一下，要开始来招四五一个阿嬷、阿公、甲妈妈、小姐、甲囡仔，要来总统府副总统头前，要来甲去咱阿扁啊总统。阿扁啊总统无放出来，阮这人都爱等。安尼会成功无？会。都爱有人来啦，爱有人来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的方法就是安尼，所以三条路其实。来当结合各路有力，啊，三条路即种会使做。但是，咱若就一个人来讲，咱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家己徛来副总统头前。因为你也要拜托民进党，就要想到当时，咱也毋知。你也要拜托美国的国会议员，国会议员当时要出钱，咱也毋知。咱个啥物事要继续做？啊，听我看网络吼，听讲苏贞昌已经签，要甲边个包围做迄个联署啦。但做不会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的其他人，他没有签，他没有签呐、啊。没有，苏贞昌没有签。哎，但是我看网络讲伊签完了，我下晡要来是有检查的网络的，所以讲有签无签吼，反正就是讲伊若签，啊，包括柯文哲发起的这联署，咱也知影嘛，肯定甲签。啊，签无一定会发生作用嘛，但是签会发生变化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咱若签足一人，民进党伊就会想讲，哦，现一人签啊。啊，我无来做比赛，安尼知影啦吼。啊，所以即个各种的工作，咱拢唔通放弃。拢感觉讲啊，这可能无路用啊吼。啊，像最近，听讲台中有一个有关台湾主权的即个联署，啊，台湾要用网络，嘛是听讲伫二十四以前，在累积2万1000啊，啊，25000啊。啊，啊，我要而且迄个新街遐甲讲吼，即马才3000人尔。所以如果到截止日期，如果到那个这个当初那个 issue 就 disappear 了，就是没了，就是没承认。所以奥巴马总统就没特别去考虑咱台湾这个地面，所以咱会当的会啦哈，那个措施没办了，就是台湾会放心啦，无啥物个，我们这汉字哈，今年是讲啊，这个是地方的，地方。啊，你喜欢这？
说应该是翻这，那个不是卖家，交换意见是非常款的。你毛衣啥？你一发来行噶？进来。第三就是台湾人，因为阿扁这个案是政府发坚定的，那一定爱有力量，有这个力量，我是咱国。那应该讲，讲的，讲的国军无错，这种啊，你看台湾安中话的啊，我是较无同意民进党在讲的啦。就像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即卖国名，我讲因为未一个思想，啊，所以我大概从迄个是关于一项人做的，因为啊，我讲即个来啊来美国会当伊是较有度，现在是做国际会议是啥，到咱家己一个请国会，就是伊好多的，所以啊推啊嘛选战啊，当然啊，从台湾是会当来啊，我伫发中单，啊，我较担心的。就是讲，咱海外东向的社团，这不是歹，这后来我战火都啊，但是来到来，我准备就是来进领导，意见嘛了嘛。我一个准备的就是2020台湾的transition initiative， 就是台湾专题啊，会中方会下你个人不一定要错，有啦，不能掉。是谁中方是马上的呢？我想在目前看，阿达都在他们都知道。2016年应该是机会无盖棺啦，啊，这就是我写2020嘛，是在台湾，总统系总统不改的，我就反倒咱去赢本身，因为2016年咱马票盖以上，我直接开社会支持好学生，诶，不对，我这边我收2000，我管不上安尼，就是卖钱支持某一个学生。咱因初选选了，咱集中力量在初，在下个，因为一个是讲，所以你去两个，就是啥个，初选因为我，所以我之前叫我表态支持党，另外表态党，你叫我支持迄股啊，啊支持初，我支持，对不对？那支持台湾较重要，还是支持个别的候选人较重要？啊，所以我大家了解，除了蔡英文。其他一切民啊，啊，这就是一个足歹的文化的基础，咱人重视啊。啊，你若支持蔡英文，而且我包含一个，安尼做是唔好的，对蔡英文来讲蛮好，对台湾来讲蛮好。我而家因为，做一个台湾籍，原来第一个我会甲先甲台联讲，台联的台湾国家地位的政策。是毋是要讲我较清楚？即边伫位个选举，我家拜托足济遍，伊家拜托是要希望我出来叫大家伫位部分个政党票投予伊。啊，我有到尾啊有出来替呼吁。我甚至呼吁讲，恁兜个票，所有个票，政党个票拢投予台联。啊，正为人正客气啦，无死个。你听我一讲，所有拢纯粹拢投予个票。啊，所以我诚希望海外遮姐姐已经退休，身体还阁袂歹，还关心台湾的，会使等下到经营这个政党，因为遮个，安尼听无？所以咱来了解咱目前伫台湾，咱的同胞，要伫生活伫政治上、经济上拢是诚困苦，互人统治的这个地位较少，爱心爱心。你若讲伊被执政，就袂歹。所以也是爱讲当时即政府话，政府台湾人太袂巧，伊个话来去办，伊个其他对啊，是飞机票、即纪念机会、WCN， 啊，爱按摩啊，写我名，伊个讲个，写成纪念机会，变是变是对因发起关心，啊，大家就到关心。我弟无啊，差不多少年20岁啊，跟他下来。